大家好，我是瑞光老师。接下来跟大家预报12月16号礼拜三个星座的运势哦。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天秤座。不管呢、你是不是心情不好，还是压力很大，你都会有一个贴心的伴侣哦，或者是朋友，然后能够让你稳定心情哎，很关心你。第二个呢是水瓶座，一马心动哎，很想要跑来跑去。如果你有出远门的话，会为你带来好事哦。第三个呢是射手座，跟朋友啊这个呼朋引伴，一群人聚在一起，人际关系呢非常的和谐。特别注意的两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双子座，职场当中啊有一些麻烦的事让你觉得有点郁闷哦。第二个呢是天蝎座，跟家人呢、搞不好有一些口角哈、会闹闹小别扭。在星颜色以及数字部分呢，风象星座朋友是蓝绿色，数字是5；火象星座朋友是白色，数字是9；水象星座朋友是金色，数字是8；土象星座朋友呢是绿色，数字是6。